Hello， 大家好。现在我到股市了啊，我是华哥。来，我们到股市上逛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宝贝能淘一下，好吧？走，淘个宝去。来，大家好，来看一下这面是啥哈？沙皮啊，这是沙皮吗？这么多柱子，来看一下，哟，挺漂亮的哈。哎呦，这个怎么大这么大的瘤子？走气了，气的。啊？走气了。这啥情况？我一摸吓我一跳呀！好家伙，这么硬！走气了，气的。哎呦我妈呀！真的哈，真的，我一摸吓我一跳啊！这几个没有。那这个便宜吧？这个？这个也便宜。啊？你这个一百米给我也不要呀？还不便宜啊？这沙皮要多少了？1800。要1800？你真的假的呀？这皮量挺大哈，这皮量挺大，看，满身的皱子哈，全部是真皮的，看见没有？眼睛，咦，确实哈，这个沙皮哈，看一下，皮量确实够大哈，1800哈，要1800，要1800哈，皮量可以哈，看见没有？咦，就这个眼睛不行，这个眼睛不行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眼睛不行了，眼睛有点不行，沙皮容易眼睛坏，知道吧？容易眼睛坏。来，你给我拿一个，我看看，老板，来，美女。咦，这个不错，皮量确实大，比较少见哈，比较少见，沙皮比较少见，这个皮量确实大哈，皱子特别大，这个是最漂亮的一个，皮量最大。1800。还要1800哈，要1800。哎，咱聊聊价格，这个最低多少？先聊聊。漂亮，漂亮，对，都漂亮，对，都挺漂亮。这个皮挺漂亮的，人也漂亮，老板娘也漂亮，老板娘也漂亮。这个最低多少钱，商量呀？啊？1700。哎呀，你别吓我了，哎呀，傻皮也就是500左右了，能买吧？500左右了。走吧，玉玉，走吧。我再给你加点，800900行吗？我这也就我没摸你。最便宜多少？最低价给个。1800，你敢出500啊？你这样吧，900，来眼看。你走吧。多也行。我跟你说，实在了。啊，实在了。有头价。啊。1500。哎呦，这还实在，大清早的给我1500。1500，确实不错啊，确实不错啊。上头去了。嗯，好过，很少见哈，我半月没见这种沙皮了。这个皮量是最好的哈，没毛病，眼睛没毛病，这一个。看，这个眼睛也没毛病，看见没有？沙皮的眼睛容易得毛病。啊，这个没有疙瘩，这个没疙瘩。这老板娘挺逗的啊，挺有意思的。这个有个瘤子哈，刚才看到有个瘤子，哦，疼了。嗯，行，咱评论区的留言哈，评论区的留言。淘宝宝1500哈，1500，沙皮。